下一首歌叫《失去记忆的城市》，这首歌是我写出来送给台中的。昨天的、啊。对，那今天的。啊。就是他在讲的，就是一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是用一种很残忍、很粗暴的方式，一气之间可以让一棵树倒塌，让一个聚落成为平地。对，然后这是我在台中住了12年。就我的意思，为什么没有变成？对，那台中的这10年来已经有了，一定是老旧都快砍光了，然后老旧的聚落，你要连网址不是连那个档案啊？我都就是整个聚落都不太没有。对，那我现在就住在一个台中的叫水圳聚落，是对呀，然后它是仅存的一个，我觉得它是台中现在仅存的。要连网址不是连档案，这几乎贴错了，好，这讲是全部都变成 4W， 都变成井字状。然后上面铺草皮， W, 然后等待开发，整个台中很恐怖，很恐怖。对，那我们的我就觉得当一个那个就有贴了一个城市，它如果失去了它的一个去我们的 Facebook 转贴历史走过的一个痕迹，那它会失去它的历史。那住在这里面的人会失去过往的记忆，会失去他对他阿公阿嬷怎么生活怎么来的那个记忆。当你失去这些记忆的时候，你对这个城市，你对这个土地是没有情感的。那当你对他没有情感的时候，你看到一棵树倒塌，你无动于衷。对，你看到一个老房子被拆掉，你也无动于衷。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就是人跟土地之间是没有情感的。好，那我就写这首歌。好。
自己认为自己是一只动物，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只动物。
一只动物最需要的基本需求，从你每天的生活所需，要吃要喝，你要尿尿，你要大便，你要呼吸，这些东西全部我们都仰赖着大自然给我们。对，可是当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一只动物，认为我们可以去操纵所有的大自然，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树不重要啊，不重要啊，真的不重要吗？你又不要呼吸，你需不需要它？你需不需要它来保护我们整个地球，保护我们人类？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对，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去回归到人是也是一只更渺小的动物，大地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伟大。好，谢谢。我讲一下，我三四年前我还是跟周一样，就是所谓的一般民众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投入环保运动的时候，我是在台下听着他们唱，不知道在这里刚才有个人贴地图贴江翠的活动，可是我的确是在音乐里面获得一个很大的能量，去开始关心我们的环境，然后汉江也有话要对他们表白。对，那个我很感谢那个阿达对我的声援。那其实我对阿达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白海豚的环评会里面，他在那个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有看到，他是第一个在环评会里面以一首歌打到一个开发商不敢看他的眼睛，好、哦，开发商就低个头，然后明明歌快唱完，唱到副歌，连几秒钟都没帮他等，然后一直在催主席说啊讲完了讲完了，那首歌不过三分钟。一个国光石化完全没有办法容忍一个歌手唱三分钟，这其实就是一个歌手的力量。好、哦，就我们环保运动者在第一线在抗战的时候，有这么感人的力量，一首歌就可以让开发业者不敢盯着他的眼睛。所以我也感谢阿达在白海豚运动里面的贡献。逆光了，都。好，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民众，当然这个社区关心我们的生活周遭环境的民众，还有退休老师，还有学生。那除此之外，有很多全国的关心环境的朋友也来到我们现场。那护树这个议题，保护的不只是一棵树，不只是某一种特定的植物，它更是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那因此呢，我们绝对不是孤单的一群人。现在目前华光护树志工队以及台湾教师联盟的潘静竹秘书长，我们都已经来到现场，然后都是要带给我们更多的鼓励跟声援。那等一下呢，即将要也会到现场的，还有其他地方也跟我们一样正在抢救他们的自然环境的，包含抢救林口森林行动联盟、碧潭护桥护树志工队、反淡北行动联盟、猫狗人共和国、访桥文化协会等等。那可以知道说，现在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到处都有烽火。这个烽火是有一群贪婪的人要对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树、对生物，甚至对我们的居民宣战。那同时，我们当然居民们也不会示弱，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我们华光正在护树的伙伴，各位可能听过华光社区，他们有一群因为历史因素在住在那边，却被现在的政府非常不负责任的要驱赶他们的人们。那除了人们之外，那里的老树也住在那里非常久，所以现在有一群志工队也正要开始保护华光的老树。我们哪一位发言？各位好，真的是烽火三月天，我是华光护树志工队的代表张小姐。在华光社区，刚刚前面钟明有讲到，我们华光社区它在过去，在100年前，它是我们台北行务所设立的位置。那个地方因为这样子的历史的关系，所以呢，你看要关这么多的犯人，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警务人员，所以在那边衍生了非常大的日式住宅群落。那在那边呢，因为人而种下的这些老树，然后还有之后光复后期这些人民在我们的庭院种下的这些老树哦，在这一次的我们所谓国家我们法务部他依法行政的这个部分，说要把这个整个地上做腾空，不管是人，不管是建筑，不管是树，做腾空哦。
我们看到它非常非常的暴力。嘿，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些文资以及老树都日渐在破碎，所以我们现在组成的志工队还有文资方面的行动小组，在努力的跟我们的政府对话，要去争取能够保存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们华光社区它位于中正纪念堂对面，那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它是串联我们中正纪念堂到我们大安森林公园一个很重要的生态跳岛的角色，里面总共有100多棵树，那不管大小，100多棵树里面具有非常多元的多样性。好，然后它里面呢，除了就是先驱的一些植物以外，像一些原生的物种，像九琼，好，然后像台湾海桐，然后那像我们这边本身就是很多就是具有幼苗幼蝶的树都在这边，我们认为说就是它非常具有生态的价值，也具有非常多我们临近国中小的教育意义。可是呢，我们看到公部门却不去视，就视而不见这样子。在最近啊，看到有好几个状况正在发生。第一个就是我们法务部在施工的时候，他拆房子，他就是说啊，反正拆就拆，一定会弄到我们的树的，就是直接让它断枝啊，不然就是小树就当杂木直接弄掉以外，在3月14号的时候呢，这个某居民他主张那棵就是从日治时代就在的大樟树哈，预计他至少有70年的历史的大樟树哦，他就说这是树是他种的，然后他自己主张要送给建商，这件事情我们还在追查当中。他非常的可怜，他被断根，然后被修枝到他整个身上所散发的那个樟树的气味，我们闻到虽然是很芳香，但是它是可怜的味道，因为那是他的受伤的状况。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人是用那种就是凌虐的方式在处理我们的树这样子，不管是环状剥皮或者是直接帮他断，让他断枝这样子哈。好，那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状况。在4月10号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跟我们的议员们等等澄清，然后现在不分蓝绿，我们的市议员都毛起来关心说，那现在文化局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文资的态度是如何？因为他们就推说，1997年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资产委员会已经开会了，好，那时候就是我们中央的单位就是当时的文建会。就把我们所有的那个全台的国有宿舍的部分就送到我们地方政府说，你们要来开会，有这么多的宿舍去鉴定一下它的文资。当时呢，1997年的这个会议针对华光社区的日式宿舍的部分决议说不具任何文资价值。我们主要去质疑的是说，这个地方100多年的老城墙，这个城墙是当时我们的清代的台北城廓，30多万条的这些石头移到我们华光社区所建立一个这么高耸的大监狱，好，然后跟100多年的这些黑瓦屋，他说他不具任何文资的地位。那另外的话，等一下可以看我们那边图面，我们里面又有演武场。又有武警宿舍都还在这个地方，他们竟然说这里没有文资的任何效力。好，那我们现在就希望说5月2号现在文化局说要来重启这个文资的审查，一方面我们主张要保留我们的这些文资，然后能够形成一个带状文创的一个可以让我们民众可以慢慢在这边旅游，然后散步去了解这个地方人跟树跟环境这些故事的一个纹理。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屋子里面的这些老树也都能够一起保留下来。那最近哦，在4月11号，我们文化局长刘维公先生来到我们华光社区现场，就跟我们讲说，如果法务部要动我们任何一个华光社区的老房子，包括现在里面有一个全台所仅存的刑务所附设浴场，好，洗澡罗马浴场那个浴场，洗澡那个浴场，如果法务部要动它，我马上就去做暂定指定古迹。我们对这个说法其实是觉得是相当消极的。如果他早上6点动工，他8点指定呢，等等吼，所以我们现在相当的害怕社区的文资一一破碎，所以希望大家5月2号，我们在台北市政府文资审议委员会这个开启之前，大家一起来我们这边声援，好，声援这个华光社区的文资的重启。一定要重启以外，还有后续的这个相关发展。那老树这个部分的话，文化局他在4月17号的时候有来会刊了，很好笑。整个华光社区
12.64公顷里面，只有一棵在2008年所列管的树，叫做榕树，686号，大家回去 Google 686号。我们全区大大小小很多比它大的，却都没有一棵狩猎哦，不去认猎。然后我打电话给文化局的承办说，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这棵树？他就讲说，可能那时候就是有相关的树高什么的条件，他没有正面去回答。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认猎。那4月17号，因为刘局长的一个下令，叫大家要赶快来量测这个树。好，那现在已经有15棵确定认猎了。好，然后我们现在希望大家继续关心这件事情。有任何问题，我们家前面有摊位，也可以直接追踪。我们谢谢华冠的伙伴。那今天他们有在现场摆摊，那其实这个他们这个议题有一点点复杂，可能刚刚听这样子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欢迎各位等一下到他们的摊位去，把华光的议题也弄清楚，并且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帮助他。我想我们在各地一定都要互相帮助，我们才能够守护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空间。那下一段时间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令人感佩的时间，就是说整个江翠互助的这整个议题，一开始其实是由一群退休老师，他们有的甚至有的当时还是在校的老师，他们出于对学校的爱护，对学生的爱护，所以站出来开始阻止这个错误的政策。所以我们现在欢迎的是江翠国中的老师们，请老师们支持到台前。可以说没有江翠国中的这群老师，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聚起来，也没有办法阻止。虽然说有5棵老树已经被动手脚了，但是至少目前为止我们守住了其他的几十棵的树。那其实开始的一个契机就是这些老师，所以等一下哪位老师代表跟我们聊一聊。OK， 好，好，那。各位爱护大自然、爱护树木、爱护人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江翠国中的退休老师，那我是赖明珠老师，这位是林小珠老师，这位是许元慧老师，还有郑慧香老师，然后黄淑梅老师。好，我们退休前，谢谢，退休前跟退休后，我们都陆续加入这个工作，然后努力了6年到7年，因为我们看中的是这个老树在这个校园里面的传承意义，在这个社区跟社区民众互动的意义。那我们努力的这段期间呢，我们走过各个公务部门，还有找过民意代表，找过里长，然后附近居民，我们都有深切的沟通。当然台面上是这位老师，这些老师，但是台面下我们还有老师是背后的助力啊，不管在校内的，或者是退休的，或者是已经离开江翠，他们可能跑到调到其他县市的啊。那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希望老树继续传承下来，因为一个有历史的学校应该有历史的物体，让他们去回忆。他们回忆的不是水泥建筑，他们回忆是可能在一个凉风习习的树下，他们在做着白日梦，做着将来我要做什么的梦想，或者是想着说这个树的背弯像着妈妈的手背，抚慰着我受伤的心灵，或抚慰着我彷徨的心灵。那我现在就讲到这边，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郑慧香老师来跟我们讲几句话，谢谢各位，谢谢。看到这么多校友回来，爱护自己的学校，我很感动。清风说，他读书的时候，在这个江翠国中读书的时候，没有停车场，也没有游泳池，但是那段日子，那么值得他回味。后面这句话大概是这样的哈。前一阵子，由于那个汉江的舍身呐，爬上树护树，在那边肉身挡这个。砍花11天，12天终于引起媒体大量的媒体的注意。也因为这件事情，我所有的南北朋友都很关心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很遗憾的是说，我们这个好的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悲剧的开头了。公共电视啊，他播出了那一段我们现在的校长，他讲说，因为附近有些需要停车场，有些需要哦，所以我们这些树林就要牺牲掉，
他怎么没有想到说所有的学生需要这一片树林，所有的学生是这么的毕业的学生这么的怀念这片树林。你盖的停车场学生用得到吗？今天我们老师说你站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保护这片树林，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一切都要以学生教育本体，就是要学生优先，怎么变成本末倒置呢？谢谢大家。我是黄淑梅哈，可能在媒体上面都有见过这个人了。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因为我站在这边刚刚听郑老师这边讲，我一路在回想过来，在这六年里面呢，我从张兆志校长、黄耀辉校长，一直到现在的郭月秀校长，我都有跟他们沟通过。我们也曾经去过议会好多次，递陈情书去过三次，递陈情书给周习伟两次，朱立伦一次，在学校开过两次的那个说明会，还有在97年的校务会议里面有三次在职的老师的全体的反对。他们反对什么？其实他们只是说反对不要把树移出这个江翠国中，我们要这一片美好的树林，因为那是我们的创校树，那是我们大家师生共同的回忆都在这边。我今天非常感谢呢，我过去呢不断在江翠国中，因为我是在江翠国中服务过25年，从这些树的这个从我们带着学生去浇水开始，一直到我93年退休，看着那这片树林非常的茂盛，非常的高大，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舍。上个礼拜我们去议会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位督学，他说他是府会沟通的督学，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回去那天晚上真的非常的伤心。因为他讲说，你们我知道你们只是呢对这片树林的这个呢回忆而已。他讲到我，其实我都不知道，当初我眼泪都快掉出来，因为他们为什么执政者为什么不能够体会，在这边生活25年，服务25年，我们这些大概几乎都20年以上的人，从江翠国中创校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我是第三年来到江翠国中的，所以为什么这些执政者为什么都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呢心情？结果我们在这5、6年来，有时候真的心情都荡到谷底，然后又有时候呢，就又听到有谁又在讲什么话，哎，我们的勇气又来了，是这样子不断的。所以过去有很多的记者问我说，你们怎么坚持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坚持这么多年，他问我这样一句话，我回去这几个礼拜我都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其实真是真的，那片树林是我们的美好回忆。我们都跟学校学生一起在那边谈心过，我也曾经在树下利用在烤肉的时间，把班上最刁难最难管的学生，把他变成怎样，你知道，跟他谈话到最后呢，说我只要站在讲台上，我只要看那学生一眼，他就知道我叫他不要讲话，都是从这个烤肉这个活动里面在树下这样子沟通。那我后来我也听说很多学生也很多老师也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留给我们这些美好的这个呢回忆？以后就像现在我带着孙子回来看什么？回来也是看那一片树林。所以我在这中间我也是背着我孙子啦，也许有人在网络里面也有看到，那是最小的10个半月的小户树人，我以后我也是要告诉他，因为他这个江翠国中将来也是他的学区，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他。那么现在我非常遗憾的就是说，从6年前到现在，政府呢不想给我们一个沟通的这个呢窗口，一直到前天星期五，有一位议员带着这个质询的口气跟我怎么讲，第一句话就破口就讲说，哎，要建地下停车场，是当初你们这个在校的老师答应的。可是我刚刚讲说，我们哪里有答应？3次校务会议有谁有答应？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说一直在反对这个工程，而是说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不可以各退让一步，哦，我们把这个树移出去的树降低到最小，可是我们连这样小小的要求政府都不愿意给我们。一直到上个星期五，就是前天，我们也是在议会一直在旁听，结果呢，秘书长陈生贤秘书长给我们的答应是说，在这月底四月底之前会开一个安全移树的会。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安全移树，我们听了呢，我们在三楼听了以后都愣住。我们并不是要移树，而是说我们要沟通的是说，不要移走，尽量不要移走任何一棵树。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设计的变更哈，哎，这个建筑物稍微变更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移出去的树是会把它减低到最小量？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要求。但是政府我不知道这个秘书长会不会再给我们呢，啊，这种沟通的这种呢，啊，平台。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谢谢。江翠护树志工队退休老师代表们感谢各位团体的热烈参与，将来我们也会陆续对大自然的议题也都有所回应，也感谢各地赶来的亲朋好友，不管远地，不管近处，不管是不是校友，只要你是这个地球的子民，就有关心这个地球的一天。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为这群为老树奋战的老师们再一次用力的给他们掌声，谢谢老师。那老师讲完，接下来还有一段非常感性的时间，是我们一样是江翠国中的校友，苏打绿的清风。那他本来很希望来到现场，不过今天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他为我们录制了一段影片，来说，以一个校友的身份说。再调整一下吧，谢谢。等一下我们就先听清风怎么样告诉我们，以一个校友的身份，他希望把老树保护下来。我们从头播，然后播大声一点好不好？嗯。圈哦 ，C H A N N E L。是我美丽的昨天，期盼着我的双眼这是我写过的一首歌，叫做《那时候的树》。我就读于江翠国中，毕业于江翠国中，然后在校园里面的这些树呢，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树的回忆。所以呢，现在这些树呢，面临着要被迁徙的命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老树要移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它们生存的几率是微乎其微，所以希望有关的当局还有所有被负责的人，希望你们可以正面的听到所有保护树的这些人的当地居民的请求，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生存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请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如果你能做到保护树，保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话，你才会是真正的英雄。所以谢谢跟我们一起捍卫这些树的英雄，谢谢你们，加油。谢谢清风，谢谢今天到场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因为在江翠这个地方生活过，或者是你在其他地方生活，但是有类似的生活经验，我们大家守护老树的决心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时间，我们就来欢迎那一位待在树上12天，然后跟树亲密接触12天。我们的护树英雄潘汉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12天的事情。其实我一点都不伟大，我只是在树上11天，那这些老师奋斗了是6年，我在6年前认识他们，人生有多少6年？好，他们大概退休完，大概是60几岁退休，没有空格，然后本来是可以含饴弄孙。当警察把我们的帐篷外面抢走的时候，是用什么时间呢？是用这些阿嬷要回去照顾孙的时间。就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怎么变成一个在校园砍树？
是正确的，在校园互助是错误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国家？我们把那好几千个学生交给这些老师，请他们教英文、教数学、教生物、教环保，然后我们请一个虎头帮的校长打他们的考绩。我在树上，我今天非常生气的还有一件事情，我在树上说那些小朋友的话被清走了，我是一个收件人，我是一个收件人，我268个小时，我第一个要下台下来要看的是要看这些小朋友画给我的画，写给我的信，就被警察当废弃物清走了。马英九、朱立伦，你们植树节最爱什么？最爱种树，最爱带着小朋友去种树。那这些小朋友画的这些老树呢？你们为什么把它清走呢？你们为什么把真的树清走呢？那就像那个我在树上的时候，郑塔老师他60几岁了，他也是在那边坐了12个小时。我这268个小时，也不过这1800天里面的一小小部分。全世界报数的人是世界纪录是738天，在树上住了2年，所以一点不伟大。我当时只是说，有没有谁可以去报数？因为斧头来了，只剩下肉体可以去阻挡他。那老师，我们体谅他60几岁，我们体谅他，还有阿公阿嬷，就是说先生还有孙要照顾孙，所以警察来清东西的时候是利用这些，他们需要含饴弄孙，需要去照顾孙子的时间，只剩下一个老师在现场，他把小朋友的话清走。我们这些话到底要不要要回来呢？要不要？大家觉得要不要要回来？要。那其实我在那十几天，其实说不辛苦也是骗人的啦。因为在树上的时候，大概有3个敌人，一个是下雨，一个是蚊子，啊，另外一个其实树其实并没有那么好躺。好，那我发现躺得最舒服的方式就是跟树抱得紧一点，越紧越好。好，那当然是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我前面大概有40个小时是没有睡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你所眼睛看到的树，我那时候运气很好，就是没有被砍那些树里面，我找了一个树杈，勉勉强强就是可以让身体可以斜斜的躺下来的地方。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斜斜躺下来的地方，所以我可以上半身是平的，就是说可以稍微直的，然后下半身是垂在树旁边。可是我在11天里面只有2天没下雨，所以那9天里面我必须要屈着我的脚，所以到最后我就脚就自然髋关节就一直被2个树干挤压，然后就变成就是说有一点点浮肿，就血液循环不良这样子。那其实就以我报数的这几天来讲，其实我之前保护的数其实也不止，参加的护树运动也没有那么少啦，其实几乎是大部分这些护树运动我都有参加。那我在认识这些老师之前呢，为什么这个江翠这个案子呢打了6年都没有办法改变？在当时还有土城弹药库，现在还在打，土城弹药库还在打。松烟就是最后一棵老樟树，然后污名化完之后被拉下，然后那棵老樟树当时台北市政府说要妥善移植，到最后还是死掉了。所有的政府说的妥善移植，所有的说的好好移植都是骗人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侃侃而谈，这个侃是斧头的侃，他们对于移树就是侃侃而谈，就是砍了就算了。我当时看到老樟树是还有3个组织主要的枝干啊，还有包一个土球，还有留下叶子。那江翠那5棵有叶子吗？没有。有枝干吗？没有，只剩下树干。他们砍树干都不要，都不需要。那我们现在除了江翠，那我们今天还有展览的是，比如说华光护树。那华光护树那里有那么多个从刑务所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树，就跟我们以前松烟留下来的树，那现在政府都只保留个位数的树。那也有那个抢救林口森林联盟行动联盟，他们那边有1200多棵树。那这些树如果在比较远的地方呢，大家其实都比较难以关注啦。其实江翠其实如果没有最近的这些媒体的那个，可能大家也不太知道说这几十棵树面临这个惨状。那就像那个砍树的状况，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石雕公园就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移走了60几棵，就是现在旁边的江翠派出所。所以其实我们这些砍树事件
我们这国家里面任何一个单位都很喜欢砍树，我们看到警察，看到法务部，看到教育部，然后现在江翠是公务局进去，可能教育部来砍，教育局来砍比较丢脸，所以叫公务局来进去，到处都是斧头怪手来砍这些树。为什么我们都市里面的绿地已经在都市计划法里面都已经没到10%，剩下的在砍树的地方，我之前在双和路树联盟在保护的树，综合4号公园打算在公园里面砍树盖广场，然后仁爱公园打算在公园里面砍树盖步道，啊，你步道为什么不在树下来盖步道，为什么是砍树来盖步道？好，那还有现在其实要好多的公园，比如说现在接收公园，板桥这边接收公园也要在公园里面弄停车场，然后弄25%，要准备要提高到50%，一个公园1/4变1/2，所以我们每天在面临就是这些斧头帮，就是这些水泥帮，所以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所有的互助的爱护的朋友，请大家都要出来声援所有的互助运动。江翠老师在这6人里面，像最近的那个碧潭吊桥跟碧潭老芒果树，后来还被黄状剥皮，幸好还现在命还在，还在岌岌可危，他们也去帮忙声援。那国光石化大游行的时候，江翠老师石雕公园的互助队大家都有出来，那我们去年江翠的老师去那个县政府的时候，那个也是在门口就是排了那个我是人我互助，然后我是人我反核，虽然朱立伦说我们都是同一批人，那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一同一批人的力量有多大，好不好？好，让我们跟斧头帮宣战，然后一棵树都不能少，一棵树都不要砍，好不好？好，谢谢安江。我打一下那个工商服务时间。我们今天除了我们在舞台上的发言以及音乐演出之外呢，我们后面那里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摊位。那这些摊位除了是有一些是各地的互助的团体他们的一些资料，那有一些是艺术创作，那有一个部分是希望大家如果今天有带小朋友来，或者是大朋友自己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踊跃的参与，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长的画布，我们要以心中的大树海作为主题，我们一起来创作一幅很大幅的画。那今天晚下午5点之后，我们会把这一幅画带到江翠国中的围墙那边去。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有朋友准备了儿童的互助绘本，所以如果小朋友喜欢听故事的也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现在因为刚才有我们江翠的老师来跟我们说话，那现在我们请其他的老师，因为老师这个族群当然是非常爱护校园、爱护同学的。那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台湾教师联盟的秘书长潘静竹潘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老师来声援这个活动。各位好，我从台南来。我从台南来。我跟你讲，我是台湾教师联盟的秘书。我们是全国性的教师团体，那我们始终就是为了教育。你知道我们台南市的孔子庙的树生病了，对不对？生病了都要医，不生病的要砍吗？对呀，你看这个是多讽刺的，生病都要医了，更何况好的树是不是更需要留起来？那我们为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台湾的种种，为了我们地球的人，我们更需要去保护它。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这些在前面后面大家默默的支持的，或是说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寻求更好的方法，我们一定要支持，一定要钦佩这些勇敢的大家，好吗？谢谢。谢谢潘老师。说到我们要怎么样保护树，我们其实居民们自己除了要要求政府之外，居民们自己也费了不少功夫。那其实说起来很讽刺啦，因为毕竟政府花了很多钱在做种种的方案，都做得哩哩啦啦，但是居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想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替代方案是可以不移树的。那现在我们请刘世伟建筑师来跟我们讲，有一些是专业的背景，那更多是居民，更多是学生老师，大家一起来思考，来建构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我们先请刘建筑师来跟我们说明，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移树的替代方案。好，
旁边是那个简报，所以如果各位要看简报，可以看向那个电视的位置。大家好，那个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偶然，我们是在那个电视上看到那个汉森被抓到警察局去，那我跟吴继行吴律师啊，就当天就赶快去警察局找他，就一找就找了一个月，我们整天都在这边熬夜，然后去跟市府沟通协调。那沟通协调的过程中，因为市府一直不给我们，一直不给我们相关的设计草图，相关的那些设计工程，像那些所有的那些一些资料，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工地围起来到底是要做什么。后来好不容易透过关系，透过关系去拿到，透过立法委员拿到这些资料之后，我们一看，哇，这下不得了了，这下不得了了。大家晓得这个围篱里面是要做什么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说这个地方就是要盖游泳池，盖游泳池，然后还有一个网球场，然后有一些是做停车场。可是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些图之后，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我们马上看到了几个我们非常觉得很起疑的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电视上第一个疑点，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这样一个停车场单一车位的造价是多少钱吗？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资讯。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和有一个叫民乐停车场，朱立伦市长亲自去剪彩，这个停车场号称叫做六星级的停车场，它的单一车位的造价是53.8万元，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在中和六星级停车场单一停车位的造价53万，结果我们江翠国中的停车场它的预算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它的单一停车位是110.45万，这是我们看那个工程规划经费，我们自己去算出来的。原来江翠国中的停车位一个格子是综合六星级停车位的两倍以上，这是我们第一个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这么贵？一样在新北市，比六星级的停车位贵了两倍。第二个疑点是这样子，赔钱的生意有人做吗？台北市统计出来，公有停车场通常是大赔钱的。对新北市来讲，假设我用居民折扣价来算钱，3200块来算，单一的停车位我们计算，不含管理费用，不含水电，不含人事，要28.76年这个停车场才能够回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停车场在30年之后就会拆掉重盖了，所以28.76年才能回本。我们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停车场要这样花钱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起人疑惑的事情。第三个疑点，它叫做网球场跟游泳池，可是我们看的工程面积，看的工程造价，它才占了13.75%，也就是说，停车场其实占了85.25%，这叫做假共购，假装说要做游泳池，其实是要做停车场，这是个假共购，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因为面积跟预算都超过六倍，第四个疑点。他们说没有地方可以留下这些树啊，结果大家看一下那个工程图，他盖了一个很占空间的斜屋顶，没有地方可以种树，却要有空间做斜屋顶来浪费面积，这个很奇怪。而且这个网球社的成员，他们甚至有说，他们说如果要砍树的话，他们宁可以后不打网球，希望这些树被保留下来，可是市府还是一意孤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奇怪。接下来第五疑点，在基隆，在那个龙兴花园，台北的龙兴花园，在那个还有那个新店的游泳池，共购的停车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的游泳池都会漏水，有那个一个月漏水超过10000块的，水一万块很多，水一万块很多，大家想看家里的水费多少，这些水流到哪边去？这些水就滴到底下的停车位去，所以上面游泳池漏水，下面停车场淹水，这个保证会这样，因为台湾多地震，然后施工各方面的问题一定有裂缝，有裂缝就会漏水，有漏水停车就会浪费水，浪费水，然后停车场就会积水。第六个疑点是为什么要移32棵？为什么要移32棵？
因为像我们待会会讲到，我们是很理性的团体，我们有提我们的替代方案，稍后介绍给大家知道。第七个疑点，第七个疑点，地下四层楼的停车场，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时候去外面开车，去停车，有没有常常停到地下四层楼？有。一般来讲，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啊，只有到15楼到20楼以上的房子才会盖地下四层楼的停车场，因为地下四层楼非常贵，每挖一层楼是平面的2倍以上，到地下四层楼的时候，那个工程造价可能到3倍。也就是说，为什么江翠国中的停车场会这么贵的原因，就是要往下挖地下四层楼，这叫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好，接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替代方案。好，这个是之前替代方案的回顾哈。结果啊，在后来我们看了市府的报告书之后，我们又发现到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一个新疑点啊，非常新疑点啊。哎，我们下一页，两份资料都是政府出的资料啊。第一个是教育局做了一个江翠国中长远的那个校园规划报告。会分成三期施工，有一本报告贴在这边，右边呢是新北市政府，一样是新北市政府公务局提的这次的那个树木移植的计划书，这两本都是公家的报告书都是公家的报告书。好，现在图面上因为有32棵老树会被迁那个移植了，其中啊编号19、20、21、23、255棵老树，这5棵老树是要限定移植。所谓限定移植，就是跟其他27棵不一样，其他27棵要移到泰山，这5棵是限定移植，就是还是移在江翠国中。他们说他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限定移植的方案，大家来看看他们怎么限定移植。好，就是现在操场，有没有江翠国中的校友？就是那个操场操场西南角落那个图上画圈圈那个地方西南角落，这是操场边边操场边边说。这5棵树限定移植公务局的限定移植计划就是移到这个地方去。好，请问大家，我们下一页。将来江翠国中会整个校园规划做改变，原来操场的地方盖校舍，原来那个以后那个校舍的地方盖操场要花10多亿，然后要花10多亿。好，在第三期之后，请大家看到下一页，你们知不知道那5棵老树会移到哪边吗？请大家看到那图面上的红点的地方。就是那5棵老树以后要移的地方，在同样一个单位、同样一本报告书里面，那5棵树的地方，请看下一页，居然是墙角跟水池啊！也就是说，朱立伦市长口口声声说最好的移植方案，居然是把5棵树移到那个水池里面。好，这就是谋杀老树，因为老树将来不是泡在水池烂死，就是因为要施工要再移植一遍。也就是移植不久还要再移植，这就是谋杀老树的移植计划。OK， 这就是我们对于新北市政府长期黑箱作业，不给我们资料。好，为什么他不敢给我们资料？因为他怕我们看出来他们说胡搞瞎搞，他们在谋杀老树。好，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在清明假期那几天的时间，我们很负责任、很有理性的，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做居民参与式的设计，是把所有的这些。校友、护树志工、护树妈妈，还有小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找来我们在4月6号下午做了参与式设计，参与式设计是最具民意、充满创意是大家一起画，我们尽一切可能要保留最多的老树，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4月6号，好，这是一些相关的新闻。好，我们提出了3种零方案零方案的意思是说完全不砍树来。第一个方案是零方案的 A 叫做完全不砍树，再种更多树。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在场的小朋友说的你看他那个图面，那是 Kevin 小朋友画的图他把所有的，甚至连网球场都把它画成绿色，要种更多的树种更多的树。很不幸的事情是，这些小朋友画的作品全部在贴在围墙上，是警察局在把潘汉香从树上抓下来的同时，把这些画全部毁损。我们参与过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包括士林王家包括华光，警察从来没有把小朋友的画毁坏过、毁灭过。OK， 这是我们所有的图，幸好我把它开起来所有的图都已经被毁灭了这是 Kevin 小朋友画的下一个是那个朱莉小朋友画的，
他说哈，他在图上说，砍一棵树要种三棵树。小朋友是我们未来的主人，他们要的是砍一棵树要种三棵树，他们要的是树林，不是要停车场。他说把树留下来就是功哦，把树砍掉就是罪过，校园要多种树，你看哦，这是 Melody 小朋友画的，他把所有我们要画成那个水泥的地方全部打叉，全部打叉。他说把树留下来，要再种树。他说一树抵一树，不盖游泳池，把树留下来，校长回家住，这个把校长这个拆掉，继续盖，继续种树。这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说不但不要砍树，而且要种更多的树哦。好，那我们有个另外一个零方案，零方案 B 哈，这是不砍树，直接把游泳池跟网球场堆叠。我们发现根本就在不用砍任何一棵树的情况下，我们同时可以拥有停车场，同时可以拥有游泳池啊，只要把它们堆成一二楼就好了。好，这是非常简单的做法，非常有效的做法，什么需求都可以达到，但是就是可以不用砍树。没有介绍一下，这是校友朱世宏跟林老师的建议哦。还有个零方案 C 哦，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最好的方案就是我们有去找到一个日本的富士幼稚园。富士幼稚园哦，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在树海里面在树海里面，他们让小朋友在这边嬉戏、受教育、玩耍、运动会一个幸福的成长空间。他们的想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树里面让建筑跟树木可以共存，让建筑跟树木可以共存。这富士幼稚园的，你问建筑系的同学都知道就算没去看过，也在网络上去搜寻会去找。那我当场问了所有的小朋友，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江翠树海的环境条件比富士幼稚园好上好几倍。好好的设计，我们可以做出江翠树海游泳池。江翠树海游泳池绝对是全世界建筑系的学生要来上网、要来台湾来参观的一个地方。好，这是我们很有责任、很有想法的一个设计，这都是零方案。好，这是彩虹小妹妹的作品她说如果是个江翠树海的话，她会画一个兔宝宝形状的游泳池，上面有个爱心，因为她说游泳游累了会到那个爱心小岛上去休息。好，这是彩虹小妹妹，她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做，这可能是小朋友更需要的游泳池而不是一个标准池因为附近有很多新盖的游泳池。好，这是那个吴姐姐跟吴妹妹合力的作品。好，这是一个社区妈妈，社区妈妈她说她也很理性她说也许我们可以只移一棵树就是把那个路口留得更宽大，让一棵树留下来那个社区护树之工也是非常理性的去做各种的建议。好，也有一个可以提，还有一个移植六棵老树的方法只要移六棵老树就可以有原来58%的面积可以使用。也有移植11棵老树的方案，这可以让原面积有63%可以使用。好，这是我们有很多的替代方案。限于时间，我们可以再继续做讨论，因为我们觉得参与式设计是最具有民意，而且是最有创意的做法。好，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让江翠树海可以保留。好，谢谢大家。谢谢建筑师以及所有参与我们这一次创意的设计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我相信这么负责任、这么认真的做，才能够做出真正对我们社区、对我们校园好的设计，而不是像目前市政府那样子一意孤行，用他们自己的想法不断坚持不断一定要移树到底的那一种心态所做的设计。那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个乐团过来等我确喊一下 Hello Hello， 下一个乐团赶快过来。好，特别介绍一下下一个乐团。这个乐团他们很好玩，他们有一首歌我们经常在抗议场合里面会唱，那这首歌是跟警察有关系的。那我今天请他们来的时候，特别希望他们等一下能够，应该会接受我点歌吧。
就是会唱这首歌，因为这一次我们其实是历次的护树的事件里头跟警察冲突的比较明显的一次。那这个冲突到底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自己觉得那不见得是真的，我们的警察同仁们跟我们之间有这么合不来的地方。当然我们事实上跟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过节，而是是不是我们的制度上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某一部分的决策者的心态出了问题，造成我们和警察之间有这样子的非常激烈的冲突。那这是我个人对鸡哥特别要点歌的一首歌，这首歌应该叫做《警察先生》，跟警察先生什么？警察先生，请你听我说。那其他呢？我们鸡哥这位鸡哥等一下会跟我们表演，然后麻烦等一下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然后欢迎他们带来非常有力量，让我们继续跟我们这些不对的事情说不的乐团，是乐团吗？今天是啊，但不需要理由。那个大家好，那个我们昨天才在那个台道哈，有一个那个反美丽湾，其实也不只是啊，就是针对整个。围绕着政府强取豪夺原住民土地的这个议题，种种的在凯道做一个集结，然后一群人在那边弹吉他、唱歌啊、表演啊，一路到天亮这样。我们昨天 也有表演。那其实这一系列的问题，台湾很多这种围绕着土地的、社区的、文化的问题，其实它都很类似，就是说为了开发，我们可以破坏任何的东西。然后不顾一切代价，那有时候有一个情况变成是说，其实事情真的对立的，并不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活着其实都是很努力的生活着，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着。所以说，我看到现场很多警察在旁边看啊，那。其实我们并不是讨厌他，我们是说有一些事情呢，其实需要大家都拿出一份心意，大家来谈。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是我们对警察，大家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跟彼此很真诚的对待的话，例如说可能我们跟政府的人，政府不要用政客的脑袋去思考，那警察不要站在警察的角度去想，当脱下制服之后，希望能够坐在这边听听每个人的想法，那么我们这样才有一个沟通的基础嘛。那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要讲这样的事情，这首歌叫《警察先生，请你听我说》。警察先生，请你听我说，我们之间不该如此对立统一。年轻的面容，我知道你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我们为何要困苦，不知道我们为何要装出更神秘。我真想同时停止，不给我们留后路。Oh, oh, oh.
上大家都会唱那个副歌，所以呢，现在可不可以请季哥教我们唱呢？因为我会唱的啦，因为我每次都跟着唱。我刚刚看到大家都没有开口，让我非常的灰心，所以我们一起来学这首，学这个这一句话，然后我们再请季哥唱一次。这首歌就是那句话。好了。走过去，走过去，让心站在一起。就说，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样唱可以吗？然后我请他再带我们一起唱那一轮的副歌。以后呢，在当我们也许发现说警察又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他转过去，因为你的敌人不应该是人民，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再请基哥再把这一小段再跟大家一起唱一次，请大家一定要都要开口哦。现在应该都听懂了吧？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共几次？四次，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大家背熟，以后这首歌常常会用到。那就那个一个五六七八就下了啊，五六七八，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转过去，转过去，与人民站在一起。好，谢谢。大家都记住了，这首歌非常的重要，以后会常常用到。那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要。有一个工商服务时间，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做那个儿童的彩绘的时间了，所以请大家不是大家请小朋友们现在到舞台前方左侧有一个45米的大画布以及绘本的故事，所以如果今天有家长带小朋友来的话，现在可以把小朋友带到那边去，现在要开始这个绘本的活动，当然还是其他的大朋友留在我们这里继续的唱战斗歌曲。和平的共处，觉得大家的地位相等，或者说有一些在下面的人，他会一直想要往上跑，他就觉得他做了某些举动之后，他就可以变成在上面的人。但其实很多本质上的事情是没办法解决的。那如果说我们强迫自己，说服自己说我跟大家都一样，其实这样子只是在欺骗自己以及欺骗别人。所以其实我们要看清楚的东西，其实是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的想法、独自的思考。我应该要拿出我们自己很坚持然后很真诚的一面，这首歌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鸡哥会觉得，哎，他们的歌比较吵，其实没有，我们这里都很那个，跟他们差不多。所以，当时为什么要请鸡哥他们过来，就是为了我们刚刚那首歌嘛？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战斗意志非常强的歌曲。那我们这里虽然说有一些是常常在家抱孙的退休老师，但是那一点都不表示我们的战斗意志薄弱，对不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除了舞台上的表演，以及等一下可能会有的各团体的给我们的鼓励之外呢，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有其他的活动在周边，包含不同地区的护士团体来这里，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各地的护士议题，都可以在他们的通过上面收讯息。那我们现在到我们的团体有不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不过他们全部都有上台摊位，比如说他们到这里来声援。那有一些呢，比方说毛高的部分是有摊位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去找他们。那我们现在已经到场，说刚才的华光护肤技工队跟台湾教育联盟之外呢，另外抢救林口森林行动联盟、碧潭护桥护树技工队、都市更新受害者协会、客家公园、好好过来、厦门共文史工作室都到现场来声援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确是一个遍地烽火的状况，有不同的地方都遭遇到这些可能环境被破坏的问题。那同时呢，除了这些不同地方的单位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位涂鸦艺术家 Candy Bird， 他帮我们创作了一幅画。那这个画看起来是在墙壁上的涂鸦，那其实它是用纸箱做的，就在后面大家可以观赏。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群大朋友要带着小朋友做巨幅的彩绘的创作，题目就是
心中的大树海，当然也欢迎有兴趣的大朋友一起来参加，现在就正在进行中。那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护树绘本的引导，让大家开始去思考为什么要护树，我们希望或我们生活的空间有怎么样的一个大树海。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件事情，是应观众要求，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容易应观众要求的主办单位，所以你们提出要求我们都会配合。那有人说呢清风的那段话刚刚听不过瘾，要再听一次，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再放一次清风因为他是一个江翠国中的校友，所以他为我们录制了一段非常感性的发言，我们再听一次应观众要求，现在请放。这是我写过的一首歌，叫做《那时候的树》。我就读于江翠国中，也毕业于江翠国中，然后在校园里面的这些树呢，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树的回忆。所以呢，现在这些树呢，面临着要被迁徙的命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老树要移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它们生存的几率是微乎其微。所以希望有关的当局，还有所有可以负责的人，希望你们可以正面的听到所有保护树的这些人的当地居民的请求，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生存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请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如果你能做到保护树，保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话，你才会是真正的英雄。所以谢谢跟我们一起捍卫这些树的英雄，谢谢你们，加油。谢谢金峰。好，你看我们有多配合，那观众要求我们再播一次，我们就再播一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有朋友要来跟我们声援，那这群朋友是在艺术领域工作的。那我们今天有两位导演，一位是柯一正导演，一位是王玉林导演。那等一下呢，他要跟我们的爬在树上的树人潘汉江一起来对话。那我们现在先请导演来到台前。那我们也谢谢导演近日呢，除了在反核议题上的发声之外，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各种社会议题。那我们要请导演来到台前，然后等一下我就把主持棒交给汉江，由汉江来跟导演们对话。谢谢导演，谢谢汉江。他真的在树上待太久了，大家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其实主要是因为两位真的都是我的偶像，然后我现在跟他同台有点受宠若惊。那个王一林导演那个《九男孩》真的很好看，还有那个柯一正导演当时《午后七日》啊。哦，我记得，对不起，对，那个上班太久了，我讲太快，那个。九男孩还有那个富翁其实两个都很好看，但我把那个导演的名字记错了，真的是有点待太久了。那个柯一正导演那个当时就是我试了我反了齁，那当时就被那个钟正一移送齁，所以那个柯一正导演当时的遭遇齁，跟我们护树齁，跟这些普利斯大人的这些也蛮有相关的。那我们是请柯导演先讲几句话。因为一直忙着核试反核的事情啊，那实际上现在很多事情照说我不应该在这里，因为我不是一个对公共议题很参与的人，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是以前
贪污是偷偷的拿，现在贪污是公然的侵略。啊、哦，你从美丽湾你可以看到，法院已经判了不能再盖，县政府还允许他盖下去。你这个不用再看，你用膝盖想就知道那里面有多少贪污。啊、哦，那。因为我们也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议案，十几亿去花在没有用的东西上面，啊，这个就已经很不公平了。那人民如果自己不出声，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啊，每天在爬树，常常从树上摔下来，但是还是很快乐。所以对于树木，我们一直有情感。为什么我们政府会忽略我们的情感？我们其实因为知识不足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掠夺我们后代的资源啊、哦。比如说以前我们不知道，政府告诉我们要撒农药啊，撒那个肥料，结果我们用了一些不好的肥料，还有除虫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下去以后，后来我发现它百年不灭。它其实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其实应该要补偿，对我们的后代不能够再掠夺了，尤其是自然资源。我现在看到各县市不管蓝绿，只要有土地有田地，他们就想用，就想拿来作为园区，作为建筑用地，到最后会把我们能够耕种的地方全部掠夺掉，啊，即使你留了田，你旁边盖了房子，那个田也会死掉，啊，我们一直在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而且现在公然的蓝绿都一起下手，啊，那老百姓怎么办？因为我们声音最小，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会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我们选了很多人要来帮忙我们的，结果是来害我们。对对对。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我自己没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互相站出来。啊，因为我看到建筑师做了很多设计，都比原来的好太多了。为什么不采用呢？啊，有太多的聪明人。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智慧的想法，啊，可是政府不管，啊，我相信议会里面大家也是共同分赃，你做你的工程，我做我的工程，所以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出来管，啊，那这样子的话，人民如果还不站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一直被欺压，一直被欺负。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自然资源一定要保留，啊，好不容易。一棵树长大了，啊，台北市也是一样，富锦街，你如果去富锦街，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最幸福的社区，因为两边的树长到可以变成走廊了，啊，那个是很珍贵的一个社区。有一天，一队人进去要砍树，因为市政府已经包给人家，要全部砍掉以后重种，真是莫名其妙，一棵树已经几十年了，你全部砍掉要重种。那后来当然当地他们自己人也是抱着树，我一个朋友他是澳洲学建筑的，因为澳洲连你门口要一棵树都要政府单位许可，然后看你怎么移，连一棵树都不愿意让它死掉，是你自己门口的自己土地上都不可以乱砍，那在这里他会公然的要把你整条漂亮的那个树走廊给砍掉，会让我觉得到底政府爱不爱我们这块土地，爱不爱我们，因为有那么漂亮一个地方是社区的价值啊。那一样在江翠国中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很愤慨啊，为什么要这样，有很多好的方案可以做，为什么要把树砍了，而且树砍了那个市长还不承认啊，他还说是要移树不是砍树啊，而且即使罚钱好像罚很少，
花多少？四万五。那我是建商，我就出200万，我把它全部砍掉了。很离谱啊！这是掠夺哎！啊，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大家不是这么和平的啊！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里，政府早就会应该派人来了解啊，不是派警察在那边收证。要不然警察就要帮我们反映啊，反映民意到底他们在干什么啊。那个我们五六运动每个礼拜五在自由广场啊，也一样有收证，但收证到最后他们发现我们很无聊，因为每个礼拜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因为他们有交班嘛，交班的会说啊，等一下就是河流泉啦，河流泉完就唱个歌就解散了，没事了，没事啊，可以交班嘛啊。那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在集我们的气，我们坚持我们五六运动一定要做下去，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公投，你有公投我也跟你拼公投，公投即使我们没有过，我们有700万人出来投票已经赢过总统了，总统选举才600多票，我们已经可以推翻总统啊。他不知道我们其实在集气，我们在努力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不失败，因为我们虽然很柔和，但是我们非常坚定啊。所以我也希望像这样的坚定能够在我们之间共同生存下去，我们一定要互相支援啊，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大家。请王玉林导演。大概去年前年，总之这几年开始都开始特别忙。我们去年跟演员，然后跟制片，然后跑到彰化，那彰化那是中科反中科的那个水资源的事情，他们把应该是浊水溪吧，他们把上游然后叫截断，然后拉个水管过来，直接把这些水要通到下游的台中的一个某某科技园区那样。那所以中间的彰化县的这边的稻田都不用种，因为没水了。现在这个政府的想法就是这样，还是他还在想以前的台湾就是有这些新竹科技园区，然后所以有一些经济发展，然后呢他永远那个脑袋永远还是跟以前的状况是一样的。那不知道说现在的中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厂商愿意进驻，已经都开始变成是蚊子管了，然后不管，然后这些稻田可以不用种，水直接拉过去跳过这些稻田，那诸如此类事情太多太多了。那在最早有国光的石化，好不容易终于把它给挡下来了。然后刚刚科导讲的美丽湾，它明明已经是非法的，它还是不拆，然后它还要照着干。他们就是，然后合适的事情就是更严重性，他不在乎这个海，不在乎这个田地，不在乎这些水，不在乎这些树那样。那甚至已经都有一个福岛的事件这么清楚了，世界各国德国西班牙等等的，他们都开始把他们的回厂给废掉了，然后这个政府他连老百姓的生命他也不在乎。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现在江翠国中这事情是一棵树，那我们不能只见树不见林。那纵观这几年下来的这所有的事情，一件一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参与到。那如果你每一件都参与到的话，那你真的是够忙够累的，因为它不会结束那样。那不是因为有潘先生抱在树上200多个小时，我们恐怕忽略掉这件事情。那恐怕在全台湾的各个地方，很多地方都，如果这些做官的他们脑袋如果都是这样想的话，那恐怕很多很多地方偷偷都已经在做这些事情，那确实是很可怕的。那我昨天才看到有一位退休教授在网络上面写，他大概我觉得这还有点道理，他说台湾有第一流的人才，个别的有一些很优秀的个别人才，大家我们就不要说个别谁了，第一流人才，然后开始我们的文化是第二流的，那这个文化是庶民的文化，就我们彼此之间老百姓的文化跟这些官场的文化，老实说它不是一流，它是二流的，这是我们之间的这些价值观
我怕有些地方是还需要再让它弄得更好的。那官场的文化呢，那更是。那再来第三流的是我们的制度，那因为那就是这些制度已经很多年下来的，甚至已经摆明了是有问题的，他不去变它，然后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官员或者这些民意代表，然后他们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们就弄出了这个奇奇怪怪的制度，在教育上面，在环境上面等等的，在经济上面等等事情上面，然后最不入流的、最低级的是就是第四流的，就是这些政客。那我们无非做这么多，就是跟着柯导演做这些反而式的事情，然后等等，现在遍地发生的每件事情，那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传达出来，希望这个社会慢慢是可以改变的。那最终我们希望能够改变到我们的文化，然后之后改变到我们的制度，最终让这些脑袋最硬的这些政客能够开始能够想一下，他不会光只是要争取他个别的党派的个别他们组织的或是他个别的利益金钱，那这确实是非常狭隘的事情。那些金钱你不会带走，你大概就是快乐个几十年，十年二十年，然后几十年你不会带走，但是那些罪恶就会留在这个局上面，然后一次一次我们就看到了。那这个确实从我二十多岁刚退伍的时候，我做的工作就是在台下拿摄影机，那时候还有一个绿色小组，然后那拿个摄影机，然后在中山纪念堂，就是今天没有来那个对那导演拍的女朋友男朋友，那时候就台湾其实开始就有这些对亚的拍的那个女朋友男朋友里头，他说的就是那个反万年国代啊，就是那些事情，从那些事情以来到现在，其实我都确实累了。那我都很佩服柯导演，他不累，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已经接近快三十年了，真的很烦那样。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地方，对我们的旁边的周边的朋友，对你的家人，对你的下一代，还有一些些爱的话，那么我们得要负起这些责任，因为我们干的坏事，或者是我们纵容其他人干了一些坏事，那这些坏事会让那些小朋友，会让我们下一辈的这些小孩子，会让他承受这些后果。辅导的事情就是最明显的事情 ，OK， 那诸如此类，这都是一样的，谢谢。那柯导，其实我们那个江翠老师其实也都一直反核啊，好、哦，那包括上次柯导那时候在我是人我互助的时候，我是人我反核的时候，就我们就在那个县议会前面就开始，去年五月那时候就声援导演的那个，然后当时我们辅导之后，其实反核的议题那时候其实社会上没有像现在关注那么大，好、哦，那我也感觉到江翠老师其实也是一直都关心环境，好、哦，就树以外是关心环境，关心反而我们每次在开会在讲这些护树的事情之外呢，就我发现就是随着那个反核热度啊，其实他们谈反核的密度哈、哦、一直增高，他们我们刚刚在讲完护树的事情，他们就开始讲说，那个反核现在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阻止。那像我们护树啊，其实虎头湾是在砍树，其实在都市里面对于跟这种反核其实应该有一些相关吧，就是说如果都市里面大家都树都砍光光了，那大家可能就温度就增高了，然后就可能就会吹冷气，然后可能就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说砍了树啊，然后去盖比如说像盖这些公路啊，增加小汽车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光石化这种开发，实际上这些都增加这些资源的消耗。那比如说像护树或是反核这样的想法，大概我是想不出观点啊，那只是因为像很多事情背后其实关系的都是利益啊，很简单，像美牛事件，那当初很多妈妈出来反对，可是还是强行通过了啊，在马英九一当选之后马上说，如果美牛不通过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非常急迫。可是在选举前，我记得十二月有一天他开完一个会走出来，一个摄影机拍着他说，请问总统美牛有没有时间表，他就笑嘻嘻说美牛没有时间表，可是事后发现的确有时间表，因为非常紧迫。那个是选举前讲没有时间表，其实是骗选票啊，那是很不好的说谎，一个元首啊，因为他是任内的元首在说谎。那一到美猪，我们看到这些商业团体，美国商业团体来就跟你讲，你不跟我谈美猪什么都不用谈，其他的贸易都不用谈，你先跟我谈美猪，又来了，就跟美牛一样。那我相信核电也是，你不跟我买原料我们就不用谈了，都是商业。可是一个国家的元首要背着人家这样挟持，我们自己都会觉得羞愧。如果马英九有委屈讲出来给我们听，我们大家觉得说哦，你为了国家经济，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来配合你来做，要讲给我们听，而不是你反过来，你用了一个你知道你的胜算有90%的空头来压制我们啊。但是即使公投过案，因为下个礼拜二跟礼拜五要再两次，我想我们争不过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全省去演讲，要大家出来给我们一个小时去投一张票就好，拜托全国每一个人啊，这是一个决心。那户数这样的事情其实看起来它小相当大，事情相当严重。为什么？因为当初圆明园它一发生之前，其实因为我是不读报纸的，我所有新闻不是吴念真跟我讲，就是我太太跟我讲哦。那我太太就跟我讲，一个都更法通过了，我说完了，那一定会出事。没有多久文念院就出来了，文念院出来变成没有经过你同意，只要百分之多少我可以拆你家房子，你觉得是拆别人的房子，有一天就拆你的房子啊。而且那个法律定下来根本不利那些商人建商啊，本来你可能谈判我可以拿到20%，因为4层楼盖了20层，我为什么不能拿2层以上？但是都更法不会让你拿那么多了，你还是拿到一样的平数而已。这完全很不公平的事情居然在台湾一直发生啊。所以一直到像江翠国中他是一个代表了，以后会砍掉更多的树。我自己其实念书的时候，我念了4个小学，因为从南部一直到台北，我爸爸的工作的关系，我最感动的是我念新念国小，那时候的校长啊，有规定不准这个用参考书，他把老师参考书全部集合起来烧掉。那么勇敢的校长，他说要让我们的小孩读得很快乐，因为参考书也不可信，因为参考书后来发现参考书有很多是错的啊。但是参考书校长有没有利润？校长有利润的，对不对？你只要帮我卖，他就有利润了。我们那个校长，他把参考书烧掉啊。那新念国小一直是一个很漂亮的学校，树也很多啊。我们记得我们还有那个地道防空道，我们到休息时间就拿火把去钻防空道，因为那个钻不完啊，可以从学校这边钻到碧潭去游泳啊。虽然学校禁止小孩子游泳，我们还是游泳，游泳到内裤都被水流掉了啊。可是那让我感觉那是快乐的，因为那些自然环境让我感觉快乐啊。你盖一个房子50年，一个地下停车场，那个水泥50年它就没有了，它得重弄。树是100年200年300年它还在，它还会延伸的啊。那整个城市新北市还比较幸福，树还多一点，台北市真的少到可怜啊。连一个7号公园，就是大安公园，也是附近的居民去争取来的，本来巨蛋也要盖在那里啦
哦，本来也要弄成一个水泥公园，他们坚持我们就是要一个泥土的公园，啊，可是树也是乱种了，你交给政府都完蛋了，啊，真的都完蛋了，因为我们下一步一定是要让电力公司民营了，我们才有救，才不会说被他挟持，台电说我要涨价就涨价，哎，民营了以后有竞争他就没有办法，民营了以后本来徐旭东说永和的他也会反核，因为他也有民营电厂，哎，他也有利益，他拿到利益他会分给我们，台电还不分给我们，啊，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以现在来讲民意相当重要，而且大家一定要团结，啊，一定要团结，那但不公益的事情我们不参与，可是对于保护大自然我们一定要全国联系，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江翠，明天江翠会去帮助所有其他的地方，啊，因为这个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了，啊，老实说我也知道山上一直纵容砍树，那千年的树一直被山老鼠砍掉，砍掉一棵树会死掉多少树，它一砍掉以后从山上推下来下面的小树一路死掉，啊，政府完全没有在管这个，他的公权力到说是去那边驱逐山老鼠，他跑来这边管我们，啊，非常荒谬，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荒谬里面其实找出我们生存之道，啊，我希望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机会不只是一次，要把更多的校友叫回来，要把更多爱护环境的人叫回来，啊，我们可以办更大的机会让他知道我们是爱护我们自己的环境的，啊，我们在这里生活，尤其是我们爱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让下一代看不到绿色，啊，因为照他们这样做下去，真的绿色好讨厌了，啊，因为绿色是另外一个反对党，啊，好讨厌，啊，其实绿色只是代表自然而已，我们要这个自然。对。那我们讲到那个刚刚讲到利益的事情，像马英九被合适的利益绑架，那其实我们江推这种优质的东西，好像朱立伦也被那两三个议员哦，就是提案，就是为了他们这种三亿还有后面十亿的利益绑架这样。那像我们其实我们现场还有像华光，还有林口，啊，还有那个吊桥，啊，还有其实有士林王家的朋友都有来。那其实像刚杜根的，其实碧潭芒果树就是都跟受害者联盟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也是都跟要盖大楼，然后又移树又移桥，这可能之后也要请这些导演或者议员人士帮忙。那个王导演好像印象中您的以前过去专业就是刚好就是这方，我要当兵，好像是这个森林方面。我很惭愧，我是读台大森林系的。但因为我真的知之无顿，我没办法感受到说这个树它在跟我讲什么话，它是什么呀，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后来就变成逃兵了，就跑去喜欢电影了，对，所以这个这理论上这些树我都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它是什么科的，理论上我应该都知道。呵呵，谢谢导演来声援我们，然后我们谢谢在树上太久有点搞不清的状况的汉江，谢谢谢谢。那其实刚才我们都有不断的听到，护树是目前全国各地都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请两个目前也需要大家一起去共同关心的案子，来跟我们分享。不是一个新的案子，是发生好几年了，好，但是。是一个好的结局。我们今天听的，因为接下来这边还有好多案子都是不好的状况，或者是还在进行中。那我要讲一个好的结局，让大家高兴一下。这个是在几年前哈，就是台北市政府去砍梁小姐她家的树，那也是偷偷跑进去她家砍，说这个她家的树哈遮到。这个台北市政府做的监视器，
这么离谱的事情。那趁他们家没有人的时候跑进去砍，那砍了之后那个残肢还丢在地上不去处理。那后来他去跟警察局跟市政府反映跟包商反映通通没有用。那梁小姐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告他，那我们说看怎么办。那很高兴是张玉颖律师，也是环境法律人协会律师，他也是淡北道路环评的公益诉讼的律师，同一批人，就是朱立伦讲的同一批人的意思啦，就是我们这一批人。那这个案子呢，我们也要请在场所有江翠派出所的警员注意这个案子。台北市政府进去砍树的结果，我们提出诉讼的结果是，我们要求国家赔偿，而法院判决台北市警察局要赔这位梁小姐，确定要赔20000块。所以请江翠派出所的警员，你在这里做任何的记录，好像拍小孩子画画纪录片的，你也记进去，也告诉你的所长讲，也告诉海山分局的局长，也告诉新北市市政府，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乱砍树，我们一定会告你们。对，你们再继续抢我们小孩子的画，我们一定告你们。对，而且要你们赔。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梁小姐来跟我们谈他们家的这一棵杨桃树的故事，那也给大家看这个相片。那20000块不多，但是这是一个很深的意义，是证明政府做错事情就要负起责任。对。我看到您家是做得很感动，那我雇这一棵树，它对我来讲一个特别的意义。我的父亲呢，他会纪念我的祖父。我们先人呢，从唐山到台湾的时候呢，我们的落脚住在彰化。所以我父亲当时呢，在台北呢，存了钱的时候买的第一个房子，他就想到他要纪念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到彰化的到那个地方呢，就园林就挖了那个园林里的土，盖了一个软质的杨桃，就种到我家。可是我父亲92岁了，我父亲在去世的那一年，我还在守孝期间的时候，我非常悲痛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发现本来是这么漂亮的一棵树，您可以看到杨桃结了这么多，这么漂亮的一树，我回到家之后就只有这样子了。然后您可以看到砍下来枝叶是这么多，是这个样子，我当场就哭了。那当然这过程里面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个事情。那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树在那边很多年了，30-40年了。就有一天警察发现呢，怎么那个摄影机的地方的镜头怎么看到叶子，就叫包商呢去做调整。可是呢，警察并没有陪同包商去，警察的理由是说他有公事在身。可是我们可以清楚，如果我今天要做的证明就是说砍树有这么效率这么高，为什么砍完了树的树枝和垃圾处理的效率这么差？这是我们的政府，他砍树的时候我人不在家，也没有经过的同意，他并没有交代包商，说他只跟包商讲说你要去问屋主，可是并没有经过屋主不在家，没有告诉他说屋主不在家，没有经过屋主的同意不得砍树。所以包商呢，反正就砍下来了。那么我去告了他们以后之后呢，我非常失望。我第一次告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你一定可以告赢，对不对？结果我去法院告了以后，第一个我输了。输的原因是什么？我应该可以说法官缺乏了这方面的素养。好，他告诉我原因是说你告错对象，你要去告警察局啊，你怎么可以告台北市政府呢？那第二个呢，你怎么可以告那个大包商？大包商是神通电脑，承包台北市所有的监视器的。他说你要去告那个砍树的那一个人啊。我是老百姓，那我也去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就是说义务的那些律师那边请教他们要告谁，他们告诉我这样去告。可是我去告完以后呢，他说我告错对象，就判输了。那么我去告刑事之后呢，也很可笑，判决书怎么判输？他说这个只是些微的修剪，这个叫做修剪，我真的要放大给你们看看，这个叫做只有做部分的修剪。好
所以以后我们去阐述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拿那个判决书给你们看看，那你可以知道我们那些执法人员的这个素养，这个叫做稍微的修剪。所以因此警察没有罪，包商没有罪，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求找律长来求救，让他们找了一个律师。我跟他讲说，这个律师一定要爱数的，不是只是爱赚钱的，所以他给我一个很棒的律师。好，那这个律师到最后呢，我们官司是打赢了。那我想说，今天呢，我收到判决书的时候呢，我都不愿意打开来，我特别把这判决书呢带来这地方呢，请潘先生帮我打开来，来读这篇部分。我刚才在看那个树的时候呢，其实我还很感动，就说我们家的院子没有这棵树的时候，连小鸟都热得死掉了。本来我们家那树的时候，我们那地方有蝴蝶有鸟，每天我还可以录给你们听小鸟的声音都有。可是呢，我给法官看说连鸟都死了，鸟都来声音了，可是呢法官还觉得没有关系，所以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事情。那这棵树对我的意义很大，那我因为我跟我父亲的感情很好，所以呢我在我父亲树砍掉以后呢，我种了一棵树叫含笑，就希望我父亲含笑九泉。那我今天呢，我站在这个地方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要让我父亲知道我为他的那一棵树呢我努力了。那我也跟你们大家分享，心里面跟你我一样，就是我们要很坚持，我们对做对的事情呢都该做。那在这过程里面，坦白说我已经找了一个市议员，对不起，不是选举期间都没有用的。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斧头帮都长一个样子。好，所以我们同一批人，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喊一个口号，我是人我护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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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斧头帮，打倒斧头帮，我是人我护树，打倒斧头帮，大家加油。